那个野鸽子啊，斑鸠啊，代表他现在的专注力，准备要去宰那只鸽子。有一只那个斑鸠在那边啊，他有看到，他在闻那个鸽子留下的气味，代表他现在是在分心嘛。我现在叫他，所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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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，OK， 好，这个很不容易哈、哦，多叫几声，他还是有回应我这边哦 ，Good job。哦，还在探索。远一点再叫，小李，来，嗯，声音重一下，他就知道了。Yes， 还不吃 ，OK， 好 ，OK， 还不错啊，就是说我。在没有狗的其他狗的那个测试下，无神它都可以回应的蛮好的哦。再叫一次就好，这个也不能。Yes， 他自己过来，我还是他不吃就算了哦。OK， 去。小李，来。Yes。Good job！ 啊，不吃，好，摸摸它 ，OK， 好了。